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进行这个受证仪式好了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邀请的是帕玛是林总经理，以及我们的受证单位，也就是玛利亚基金会我们的陈执行长。是不是可以邀请两位来到我们的台前呢？我们是可以谢由现场的朋友再次热情掌声欢迎我们两位长官。好，来，你要邀请我们的两位长官以及随堂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。好，那我们的爱心企业帕玛是林总经理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心。好，那借由今天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呢，要率先先捐出100万作为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0到3岁迟缓幼儿疗愈计划的圆梦基金。那其实我们一再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林总经理哈，回馈社会，将公益付诸行动，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啊，永远是跟我们的社福单位站在一起，那也是时时刻刻为我们公益团体着想，好，可以说是爱心以及企业的表率，同时这也是让我们玛利亚社会福利基金会感到非常窝心的地方。